话题，和他建立起友善的关系之后，应该就能了解到一些关于余任重的事了。不愧是秦团长，考虑的可真周到。过奖了，这只是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时候积攒下来的一些经验而已。那位劳伦斯家族的成员名叫舒伯特，最近他一直在蒙德北边的城墙附近闲逛，据说这个人的性格不太好相处，但是如果平心静，谢谢你们的协助，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也会尽力提供帮助。舒伯特这个人有些情，不过只要能平心。谁呀？你好，我们是来。你好，怎么了吗？我没听错吧？哼，粗鲁又轻浮，竟然随随便便就走上来打招呼，果然是无知的外来者，连我都不认识。我可是舒伯特·劳伦斯，货真价实的贵族后裔。想跟我打招呼，要好好注意。若是听懂了我的话，你现在就该带。这么，哼，在那个大家都尊礼重道的时代，这种基础礼仪可是面见贵族的常识。若在礼仪上怠慢了贵族，至少都是一顿鞭刑。唉，再看看如今的世道，规矩废了，礼仪也……你说什么？你这是在质疑旧贵族的尊严？我告诉你。虽然劳伦斯家族现在落寞了，但我等后裔一直都在寻找重获荣光的机会。周围的人越是散漫，我就越要坚持贵族的优雅与礼貌。毕竟我们从生下来开始就是全然不同的。别说了，你的言行举止让我厌烦，我与你这样的平民子弟无话可讲。而且我也没有义务指点你应该怎么讲礼貌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，先走了。这样的人在秦团长看来只是不太好相处嘛。我们还是回去找他再。这不是荣誉骑士吗？我刚刚打算去侦查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。看你的表情，
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？秦团长委托我们去办事，结果好像有点搞砸了。不要灰心啦，失败是常有的事，我也不能保证每次都找到有用的情报，所以打起精神来嘛。对了，这样吧，我来帮你想想办法，你们到底遇到什么事了？秦团长让我们去和一个人搞好关系，他名叫舒伯特·劳伦斯，但我们见到他才发现他的性格很古怪，根本不好好听人说话。啊，我知道这个人，他一定说你们不懂礼貌吧。我也被指点过好几次，劳伦斯家里的人都有些奇奇怪怪的讲究。哎，所有人都是这样吗？他们觉得贵族就要有贵族的矜持嘛，在我看来，能够理解，但总觉得他们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。不过在他们家里有个很特殊的例子，就是我的好伙伴尤拉。伙伴？是的，他是劳伦斯家族的人，但同时也是骑士团第四小队的队长。因为尤拉是个特别的人嘛，他和家族的其他人都不同，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方式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没怎么把家里的条条框框放在心上。啊，不过如何跟劳伦斯家的人打交道，他还是很清楚的。你们只要见他一面，就明白我的意思啦。我有点好奇，既然尤拉是劳伦斯家的人，为什么秦团长会找我们，而不是直接找这个尤拉？这个嘛，就有点一言难尽了。简单来说，因为尤拉加入了骑士团，所以他家里的其他人都不太喜欢他。在他们的眼里，尤拉就像是投敌的叛徒。但他其实很容易相处，他早上好像去野外巡逻了，你们应该能在望风山地附近找到他。谢谢你安博，那我们就去找他啦。祝你们一切顺利，我也要出发去侦查了。没想到骑士团还有这样一个人，要学习劳伦斯家的礼仪，找劳伦斯家的人来学。居然有愚人咒，难道尤拉是为了他们才来的？不管怎么样，先迎战吧。求饶吧！结束。求饶吧！
以眼还眼。加快脚步，粉化！一双还原，判决！下手可真快，他们都是我追踪了很长时间的目标，这下子功劳都归你们了。这就是先下手为强吗？可恶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是啊，我听到这边有很大的动静，连忙赶过来，发现你正在和鱼人众战斗，还占据了上风。如果我还不出手，别说是功劳，就连光都沾不上了。不过幸好你没有受伤，和这么多鱼人众交战可是很危险的。虽然没怎么听懂，但你是在关心我们的安危吧？谢谢你。啊？为什么我要关心仇人的安危？可是你刚刚说幸好你没有受伤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有人受伤了，我不光是被抢了功劳，还要负责把你们带回蒙德城，那你们就又给我添了一笔麻烦，这个仇就更是结下了。居然是这种解读方式吗？对啊，没错。果然，我就觉得他怪怪的，虽然也没有怪到无法交流的程度。上来就点评陌生人怪怪的，不说贵族礼仪，在普通人之间也是很不礼貌的吧。说起来，为什么你们知道我的名字？就是你说的礼仪问题啦。他是西风骑士团的荣誉骑士，我们正想调查一位名叫舒伯特·劳伦斯的贵族，可是他非常讲究礼仪，完全不愿意和我们说话。我明白了，他是我的叔父，就是这样的人。不过为什么要调查他呢？原来如此。真是好胆量，当着我的面说我家里人的坏话，这个仇又值得记一笔了。不是啦，这个是秦团长的委托，而且只是怀疑而已。在蒙德城的市民眼里，劳伦斯家族都是坏人嘛，所以因为流言蜚语招致怀疑什么的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嗯，有道理，毕竟以前是残暴的统治者，名声很不好嘛。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，那我们这个仇是彻底结下了。明明是你自己先说的。有意思有意思，第一次见面就能让我记三次仇，我好久都没有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人了。你们来找我是为了学习劳伦斯家的礼仪，这样才能和我的是安博没问题，现在我就可以教你们。总之先回蒙德城吧，有人两码事两码事，既是代理团长的委托，又是安博的推荐，我不能不给面子啊。记仇归记仇。